十八大愿，上人结庐守孝，到同年夏天六月十九日，当天他在佛前发下了大愿：祈守十方佛，给予三藏法，过去现在贤圣僧，唯愿垂作证，弟子杜伦，释安慈，我今发心，不为自求人天福报、声闻缘觉，乃至全城诸位菩萨，唯依最上乘发菩提心，愿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愿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菩萨等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缘觉等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声闻等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三界诸天人等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十方世界一切人等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天人一切阿修罗等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一切畜生界等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一切恶鬼界等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一切地狱界等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凡十三界诸天仙人阿修罗飞遣动植灵界龙处鬼神等众，曾经皈依我者，若有一未成佛时，我是不取正觉。愿将我所应享受一切福乐悉皆回向普施法界众生，愿将法界众生所有一切苦难悉皆于我一人代受，愿分灵无数普入一切不信佛法众生心，令其改恶向善，悔过自新，皈依三宝，究竟做佛。愿一切众生见我面乃至闻我名悉发菩提心，速得成佛道。愿恪遵佛制，实行日中一时。愿觉诸有情普摄群机，愿此生既得无言六通飞行自在。
愿一切求愿必获满足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